有什么脸面做这个皇帝？废掉康熙，老夫受先帝厚恩，宁肯死也不做千古罪人呐！以中堂的韬略才能，一旦君临天下，大清必如日中天。阿炳，你以为在朕和鳌拜之间保持中立，就可以避过了吗？老臣有罪，遵心自保。鳌拜最近有何动作呀？明天一早。老夫上朝，你调热河5万精兵，活捉鳌拜。并见此一谋，披着孝装下诏，康熙退位，康熙帝国未来娱乐台荣誉呈现。